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娜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，这是稍早官方所抛出的一个贴文，其中就有提到，听到下一个合作快要到了，大家希望是哪个 IP 呢？所以这是官方所证实的一个消息哦。那最近大家如果有石头的话，尽量是省下来哦，因为下一个合作就快要到了。那最快的话，应该就是下一个版本就是合作了。那其实官方在前一阵子有办一个活动，也就是去投票最想复刻的合作，所以很有可能下一个版本也就是复刻的合作，那也有可能是全新的 IP， 也不一定哦。不知道大家最希望什么 IP 跟神魔合作呢？也都在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看法哦。那看看到底谁会猜对下一个合作是谁？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关于新的影片，不要忘了看一下你的 channel， 以及我的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就对上您，然后收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